然后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来，你们可能得腾一只手。哎呦，一人一把。嚯！哎呀妈呀，带这么大！哎呦天，这是就到时候完了，还就我俩就往拿家去了吗？这属于是。对呀、啊，真的、啊。对呀、啊。这也是。对呀、啊，你们一人一把。谢谢。哎、太好了。然后、哎、我想想啊，然后这是我等会儿我们仨交流用的。好。好。Hello。好，我先放。你是就是因为带猫，所以穿了一身老鼠吗？还有，等一下，还有呢、哦。还有，这个我先放这儿，我有点晕。哎，是吉他吗？我把门给关上啊。好啊、哎，你这带的是啥呀？这个什么呀？是我吉他呀。吉他就这么大点啊？它是可以组装起来的便携式吉他。哦。那、还有一只啊？对呀、啊。我就是把这当自己家了吧。拖家带口的，哎，我要在哪儿脱鞋呀、啊？在这换鞋可以吗？你家一共几只啊？我家带了大概三分之一来吧，熟悉一下，熟悉一下。这个叫元宝叔叔，叔叔这个他是女性，女性元宝阿姨，好乖哟。我想象的是这样，就是我牵了一只巨帅的豹猫，这样帅气的走进来。把头埋起来了，他害怕了，那害怕了。抱抱，你在家里不是特别厉害，你不还抓我来着吗？你怎么把头埋到了我的手臂里呢？那个装箱那个是？装箱那个是躲猫猫，它有点，它叫躲猫猫，因为它一跑进来它就躲起来了。要不我把它放出来吧，然后让它出来溜达溜达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回去。可爱呀！你先出来自己溜达溜达。哎呦，它是什么猫呀？它是短腿。阿比西，腿是挺短的，那好可爱呀、啊！那走吧，咱上沙发呢，试试尝试一番，尝试一下。哎呀，这是真的小鱼儿吗？对呀、啊，是。你看着这小朋友啊，这是我们的伙伴，不能吃的，知道吗？这个猫挺活泼呀、啊。哪个猫？那个没躲猫猫。哎呀，没完了完了，它下来了。子儿这啥呀？它行吗？它下来行吗？它下来没问题，它可以的。妈呀！看看它对峙一下，有点麻爪。可以的，它俩没问题。你侄子啥呀？它是它这肚子就是那样拖地的吗？就是短腿都这样。它好可爱呀，它像一个拖把一样。它现在，哎，元宝想去跟那个玩。我们就是有点胖，它在探索。对，他现在就探索了一下，一会儿就躲起来了，一会儿元宝你就够不着他了。哎呀，你看元宝去了，他想去，他想去，能行吗？看看吧，第一次交锋，就完了，等会儿打起来。不能，冷静点，元宝，我冷静啊，冷静，懂吗？冷静，一定冷静啊，不能。哎呀呀呀！不能挠人家啊，别挠着你呀、啊，不挠着。溜边走了。哎呀妈，稳住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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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我元宝吓呀！哎呀！他叫什么？他叫弟弟，这个吗？他叫弟弟。他呢？叫抱抱。那个叫躲猫猫。躲猫猫。他是个弟弟，所以他叫弟弟。他是个弟弟。哦。他是躲猫猫的后代，属于重重重孙。哎，但他长得好好看呢，他一点都不像。一点不像什么？躲猫猫。抱抱，你怎么那么怂啊？你咋回事、啊？好可爱，他一直在这里缩来缩的。你这胆儿小，你是挑了三只胆儿最大的来吗？不是，他胆大。那个呢？完了，趴桌子下边。行，那你就在这待着吧。害怕了。你就在桌子下边待着吧。哎呦，他好可爱，他像一个小老鼠一样，是吗？在地上拖来拖去的，像那种小鼹鼠。他是刚到人新家就太可爱了吧？探索，我感觉他不咋掉毛哎。我觉得元宝后来就不去追他来这儿小弟弟妹妹了哈。你这呼吸声这么大吗？